Hello，我是沙宇南。今天呢，换了一颗新胎，是 Denuvo 的 TT93 GP 啊。这颗的尺寸呢，是属于原厂尺寸，因为前一颗呢是马吉斯的 S98 嘛，然后这次呢就是换了这颗啊。希望呢 Denuvo 的这颗 TT93 让我磨耗能更好一点。对啊。虽然我觉得马吉斯 S98 Sport 它的性能不错，但中间的磨耗对我来说也是用的蛮凶，我大概用了大概5000公里左右就下课了。然后这也算是网络上的第一个神胎啦，很多人都用这一颗，不然就是贝奈利的恶魔胎啊，或是天使胎之类的。整体上这次10000公里就已经做整个大保养结束了，然后我会放一些照片，因为技术的试作过程是算是比较商业机密嘛，对，所以我就中间没有做一个拍摄的动作。然后前轮还是一样 S98 的 Plus 的版本，等它磨耗完了，我们再来换新的胎吧。那10000公里大概就是做一些传动式的清洁，然后喷油嘴跟一些电脑方面的做一个清洁的动作，保养胜于维修啊，所以就是日常的保养还是很需要的。OK，Jet SR 还要陪我走一段路。好了，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